英国廿岁俏女郎做最年轻医生，睇亲戏见啲医生唔系俊男就系美女，都唔知道现实有冇嘅，梗系有啦。每日邮报报道，英国最近多咗个历嚟最年轻嘅靓女医生，佢叫 Rachel， 廿一岁咋，已经完成医学士课程，嚟紧会喺皇家普雷斯医院执业。所谓三岁定八十，天资聪明嘅 Rachel 受做兽医嘅妈妈影响，十岁就立志做医生。十五岁完成高考，想报大学噶啦，但英国嘅大学规定只可以取录十八岁以上学生。Rachel 唯有喺卫生部门打住工先，直到十七岁俾曼彻斯特大学破格取录，再五年完成医学士课程。Rachel 嘅目标系做儿科医生，小朋友就有福啦，有个咁靓嘅姐姐帮佢哋睇病。